谁？哎呀！大胆小偷，竟然跑到我的房间里来！花姐，快报警！是我，住手！啊？怎么是你？啊！竟然把我打得这么狠，我走不动路了，今晚就睡这了。啊？这味道是方一姐的香水味。唉，没想到啊，当年在美国的穷小子竟然是鼎鼎大名的秦氏集团继承人。要是当时早点知道，这一切就都是我的了。该死的有钱人，竟喜欢玩这些装穷的鬼把戏。喂，哦，秦俊还没中套，甚至很可能对我产生了戒心。什么苦肉计？好久没睡得这么舒服了。懒猪，该起来。人呢？又不见了。我就该把他绑着，或者拉个绳子在脚上，长度不超过家的范围。原来在这儿。你在干什么？手机，我的手机。天气转凉了，注意点，你的伤还没痊愈。今天我在家陪你，怎么了？呆呆的。秦军，我问你，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？糟了，失控了。我只是给他挡枪的恩人而已，怎能问这种问题？没什么，公司有点事而已。少爷，大小姐回来了。大小姐，我困了，再见。小心，感觉她最近怪怪的。还是家里舒坦。我去给您收拾房间。你这腿再迈一步试试。你这个魔女怎么突然又回来了？怎么，我还不能回自己家了？哎呀，我回来有事要说。什么事？我要跟这个家伙结婚。什么？你惊讶个什么劲儿？我以为只是谈个恋爱。谈恋爱太麻烦了，还是直接结婚吧。而且这家伙刚好合我的口味。阿姐，你是真心喜欢我姐吗？我，少爷，我是真心喜欢大小姐的，但我只是一个下人。所以你就不想跟我结婚了？不是，我当然想啊。我没有意见，但是爸妈那边同意了吗？当然同意，亲孙子盼不上，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外孙上面了。当时自作聪明把结婚契约撕了，后悔了吗？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惊讶个什么劲儿？习惯了。我知道的事情多着呢，婚礼的事情就交给你了，别让我失望了。哼，其实撕了又如何？我也要真结婚，还要比你早有孩子。进来。少爷，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。过来坐吧。难道少爷要反对我跟大小姐的婚事吗？阿姐，接下来的话是秦家的最高机密。啊，不是反对婚事。好的，我张文杰定当誓死完成任务。很好，现在你要教我怎么追女生。你这么急叫着我过来就为了这个吗？连我姐这种恶魔你都能追到手，你肯定有秘诀，追我小心的希望全在你身上了。哪有什么秘诀啊，主动权都在大小姐身上，我也很无奈的。你意思是我姐倒贴你，
你还不乐意了？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，才惹上这俩姐弟？我来把秘诀告诉你吧。在我假装失忆的时候，我撕掉了婚约。小心现在经常拿这个当借口，拒绝跟我亲近。我需要你帮我。这样，我倒是有个办法，不知道行不行。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当然是买婚戒。这么突然？我还没做好准备呢。曾经我对不起一个女生，现在我只想给她一个交代。原来是买给方一姐的。对，就是这个柔情似水的表情。少爷加油。那你应该找合适的人来，而不是我。哎，小心。这不过是买婚戒现场求婚的套路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小心，别走。你买你的戒指追出来干什么？我要问你一件事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不是协议的那种。啊？到底要不要嫁给我？本来也想一点点重新跟你建立恋爱关系，但是你最近怪怪的，我感觉不能等了。我一直以为你想跟方一姐复合，所以才……傻瓜，我跟方一已经不可能了。最后问你一次，要不要嫁给我？嗯。总算少爷也定下心来了。啊，这也太大了吧。少爷上班前说过，您不喜欢可以换一个，要换吗？啊，不要。花姐，谢谢你最近一直护着我。少夫人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但是我很习惯这个称呼呀，你继续叫我小星呗。小星。是。你现在是真正的少夫人，而不是少爷找来临时顶替的少夫人。而且是已经得到秦家上下认可的少夫人。日常的言行举止一定要更谨慎小心。没事的话我先走了，少夫人。花姐慢走。认可的少夫人吗？那方怡姐。不行不行，虽然方怡姐的遭遇让人同情，但在终身大事上面我绝对不能退让。好，我决定了，我要争取自己的爱情，我跟方怡姐摊牌，就算因此失去一个朋友。小不对，少夫人，刚刚少爷跟他的朋友方怡出车祸了，你快去看看。阿俊。少爷没什么事，就是方怡小姐。少夫人。护士姐姐，方怡姐伤得严重吗？方怡小姐只是伤了手臂，不用担心。啊，那就好。哼，真对不起，又麻烦你了。是你救了我，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才对。既然没事了，你好好养伤，我先走了。我不要走。小心。就是这里了。阿君，我知道你为什么会选择夏小星，因为他像极了以前的我，神态、表情、天真的性格，无一不是我曾经的样子。但你恨我，选择他只是对我的报复。啊？当初的契约结婚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？因为你爱的人不是他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跟你早就结束了。劝你不要不自量力，夏小星是夏小星，你是你，我的妻子只能是夏小星，无论是现在未来，我爱的人只有夏小星。我对你的耐心也差不多消磨光了，是什么东西让你认为秦家的秦俊是个好人？我已经决定跟夏小星结婚了，如果婚礼上夏小星邀请你，你就假装有事别出席了，再见。
该死，真是个薄情寡义的男人。喂，我搞定夏小星了，他只是我的替代品而已。或许我就不应该出现在这场闹剧里面。阿姐，这是司机那边查的怎么样？摄像头被蓄意破坏了，没办法拿到录像，可以肯定这是有预谋的车祸。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婚礼的事项你做成册子，到时候我让小新选一下。啊，小新，风姨，阿姐，你试试从其他方向入手调查。你是说方姨吗？时间有可能是治愈良药，也有可能会彻底改变一个人。交给你了，我要回家陪小新了。是。方姨，如果真的是你搞鬼，我一定要你付出代价。怎么了？中午的时候，少夫人接了个电话，然后就出去了，回来以后就哭着收拾行李走了，还说如果我们要拦着就死给我们看，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。小心，一定是在医院听到了什么。少爷，事情有眉目了。说。司机确实是方姨雇佣的，这是一出有预谋的苦肉计。不是离间计。还有，少夫人是我叫去医院的，很抱歉少爷。没事，就算你不叫，方姨也会叫的。是你叫的，至少我解释的时候问心无愧。你立刻派人把小新找回来，联系一平，让他查查方姨的资料。作妖这么久，是时候处理掉了。说了是假装的，还包得这么紧，不过也值了。钱已经打到你账上，谢谢。另外提醒，秦军已经知道车祸的事了，尽早离开华海吧。好的，谢谢关心。秦军这么大一棵摇钱树，怎么可能就这么放弃了？少爷，一平到了。邢总，前几天方姨递交辞呈了，已经查不到他的下落了。员工宿舍那边我看过了，人已经走了，这是方姨父母的资料。实际上方姨的父母早在一年前就离世了，所以方姨需要钱救治重病父母是骗人的。很好，连双亲都敢拿出来做骗人的筹码，真引人入胜。医院那边我查到了，少夫人到医院以前，有一名护士提前向方姨通风报信了。费尽心思想要拆散我跟小新，究竟是有何居心？哼，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少爷，你现在要去对付方姨吗？想什么呢？我老婆好了，当然是先把老婆找回来。原来我只是替代品。乖，不要哭。哼，我就知道富家公子不靠谱，个个都是大猪蹄子。你怎么会知道小心在这里的？这里是花海，还有我不知道的事？你来做什么？我告你私闯民宅哦。我来接我的媳妇回家，能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吗？他敢对小青做什么坏事，我就进去吹爆他。夏小青，哼，回家喽？不回，那才不是我的家。小青啊，你去医院对吧？是阿杰叫你去的。你仔细想想，如果我真要做坏事，为什么阿杰会让你去医院呢？无论如何，阿杰肯定是帮我的，你说对不对？好像有点道理。我知道你在医院看到了什么，但那都是方姨看准时机装出来的。可是
夏小心，你是相信我，还是相信一个认识没多久的方姨？方姨姐这几个月都对我这么好，实在不敢相信她都是在演戏。但我也不该怀疑阿俊。门口那个女人，进来。你叫谁呢？我可是有名字的。我决定了，我媳妇啥时候走，我就啥时候走。不对，我要把这栋楼买下来，做你们的房东。哼，万恶的土豪！你知道吗？现在的你确实很像曾经的方姨，但是方姨的天真是伪装出来的，所以应该是说方姨像你。你是你，从来就不是其他人的替代品。我眼里永远只有一个夏小星。我的夏小星跟那种绿茶婊可不一样。我的小心睡觉会流口水，害怕打雷，会管不住嘴，还会对喜欢的人小心眼。我再给你一次组织语言的机会。对喜欢的东西毫不掩饰，喜欢大海，虽然很蠢，却很有主见，从不服输。够了够了，我知道了。那你相信我了？嗯。一个如此了解我的男人，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呢？这里离海很近，今天我们就去海边过夜吧。啊，好耶！小姐，请下车。哼，秦俊，我来收获你的心了。抱歉，邹小姐，少爷今天晚上不回家，您请回吧。什么？本以为搞定了夏小心，就可以趁虚而入，竟然连家都不回，可恶！啊，好不容易来一次海边，竟然下雨了。不好意思，现在只剩下一间豪华套房，别的房间都没了。那没办法了，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挤挤吧。啊，不对呀，现在又不是旅游旺季，怎么就没房间呀？走吧，别碍着别人做生意。好了，快去洗澡吧，不然感冒就麻烦。总感觉哪里不对。阿姐，计划可以开始了。啊，这真的是酒店提供的睡衣吗？也太性感了，但湿衣服也不能穿了。大色狼，这衣服肯定是你安排的。我的小心长大了，来，我带你去看海。能看到吗？天都黑了。嘘，你们看。啊！哇！说了带你看海，就一定会让你看到。谢谢你，阿俊。对了，这个重新带回去吧，以后再也不准摘掉我的承诺。哼，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。那至少你要相信我，毕竟在我的身边，会充斥着名利，总会充斥着各种危险跟陷阱。而你是华海的少夫人，作为我最亲近的人，更应该站在我这边。有问题就共同面对，好吗？嗯。啊，你想干嘛？做夫妻该做的事情。可恶！该死的秦俊，竟敢放老娘的鸽子！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。自从那晚之后，已经一个星期了。我们天天这样懒在家里，真的好吗？嗯，我在放年假，不算偷懒，再睡一会儿。到底什么事儿？你在放假呢？少爷，方姨在搞事情，已经闹上新闻了。一个星期不见，那个女人又长能耐了。今日有关人士爆料，秦氏集团董事长秦俊对已怀孕的情人始乱终弃，
至今我们仍未得到秦氏集团董事长秦俊的回应。方姨。少爷，小心为妙。给我好好走。是。少爷，搜索完了，方姨不在这里。他早就计划好了一切，想必也没这么简单就能捉到他。那怎么办？他用拙劣的谎言来攻击我们，只要找到他，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。喂，是我宝宝的爸爸吗？你在哪？哎呦，这么着急想见我们母子吗？不要急嘛，该见面的时候我会出现。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。说吧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10亿，我就带着这个肚子离开。你值这个价？方姨的声誉确实不值，但秦氏集团少东家的声誉值啊。你说如果这次风波影响到了秦氏集团的股票，你会损失多大呢？你想多了，钱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给你的。不急，我们有的是时间耗。走，我回去。爸妈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还不是因为你，那个女人肚子里的小孩真是你的吗？怎么连你们都不信任我？我像是会背着小新在外面乱搞的男人吗？像。不是，给儿子一点信心会死啊。爸妈，这次阿俊是清白的，我相信他。我是怕委屈小心你啊，在和你一起以前，这小子的花边新闻满天飞。其实我们这次回来是希望可以早点抱到孙子呀。方姨，总算也要过上大富大贵的日子了。喂，方姨，你竟然不遵守我们的约定。邹云姐，何必生气呢？你不也是想整秦俊吗？咱们可是一伙的。你不是答应我拿到钱就走吗？为什么还会留在华海，还怀着秦俊的孩子？没办法，宗云姐，你给的钱太少了。所以我只能想办法再搞点。你嫌少可以跟我说。哦，那你能给我10亿吗？你这是在找死。想动我？我现在可是华海知名人士，身怀秦俊骨肉，一点风吹草动都备受关注。而且我们一起做了这么多事，如果被秦俊知道了。你威胁我？我只想完成我的目的而已。方姨，算你狠。竟是会惹事儿。方姨传出来的谣言我已经控制住了，但是那个新闻带来的影响依旧很大。当务之急是找到那个叫方姨的女人，及时止损。但是找不到呀，都不知道会拖多久，要不我们赔钱算了。不行，我没做过这件事，绝对不为此赔一分钱。赔钱就相当于认错，现在能做的就是加大搜索力度了。我知道你在关心阿俊，但这样做不仅害了阿俊，还会害了秦家。唉，希望事情能早点结束吧。对了，小新呢？这件事影响最深的人是他吧？要不我带他去散散心。对哦，小新呢？少夫人今天一早就出门了。啊，又知道跑哪儿去了。少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
佳明哥，我来这里是有点事想要问你。哎呦，我是真的忙，不是不想回家。那你忙去吧，别管我。听我解释。对不起，阿姐，安息吧。花姐，你知道小星去哪儿了吗？少夫人一大早就出去了，我也不是很清楚呢。这都几点了，还不回来？这个夏小星还真是需要一条链子。想我啦？去哪儿了？出去散了个步而已嘛。因为那些新闻觉得不舒服吗？哼，我才不信那些媒体讲的，我就信你。结果还是被赶出来了。没有，我是不会离开小茫茫的。少爷，大小姐让我来通知你，秦家的元老申请召开家会，来势不妙。少爷，你说这可咋办呢？怎么邹云也在这里？秦氏的股票一路狂跌，咱也不能眼巴巴看着银子往外流吧。现在事情还在控制内，熬过这段时间就好了。不如咱们就赔钱给那个女人，再闹下去损失可太大了。不要中计，我保证不会有事的。你能保证什么？拿什么来保证？我建议你暂时退让继承人跟董事长的位置，先避避风头。可行，缓兵之计也不错。姐，你怎么看？嗯，我只是个外嫁女，你们喜欢怎么折腾都行。行，那我就暂时退出秦氏集团，放弃继承人的身份，由姐姐秦芒暂代。少爷。阿君。有事待会说。继承人的身份在姐姐那边，其实不用这么紧张。花姐，花姐，能帮我安排车子吗？现在就要用。好的，少夫人。我来了，我们挑个地方去旅游吧。没听见我说话吗？少夫人，我就在这儿等你。好，谢谢了。小心。你好，方一姐。我不小心被秦俊搞大了肚子，你要帮帮我。好了，在我面前就不要装了，我已经知道你做的一切了。哎呦，不愧是秦家的少夫人，消息可真灵通。确实，作为秦俊的未婚妻，龙门未来的少夫人，消息是来得快一点。你约我出来就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身份？有一点吧，毕竟你正在骚扰我的未婚夫。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，不要再打扰我们生活。啊？可以啊，给我十亿呗。不，一分钱都没有。那就休想。两年前我没捉住秦俊，现在我要加倍拿回来。你不怕我现在就叫人捉住你？你试试呗，我敢来自然就有走的手段。方姨，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这场赌局你肯定会输的。只要我有他就不可能，你说是不是啊，宝贝？好期待你出生的那天啊。我真的给过你机会了。小心，阿君，你们快起床。妈，怎么了？出事了，你赶紧打开电视机看看。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采取法律手段呢？我本以为只要公开怀孕这件事，他就会回心转意，没想到他根本不在意孩子，所以我恳求法律能给予我们母子一点援助。我相信法律是公平的。我完全没有碰过他，为什么他如此自信？难道他有其他的筹码？这是咱家早上收到的法院传票。那明天就去法院会会。他竟敢闹上法院，这肚子到底是不是？妈，方姨已经疯了，他什么都做得出来，更别说上法院了。哎，你不要太担心了，
比起到处找方姨，这样正面交锋更合我意。我倒是要看看他怎么从我手里扣十亿出来。小心，咱家真对不起你，还没过门就这么多幺蛾子。你放心，无论如何我都会站在阿俊身边的。好媳妇，倒是孩子他爸，还说一家之主呢，这么多事都不管管，人跑哪儿去了，真是气死了。喂，都安排好了吗？少爷，去法院的车已经备好了。小溪，你觉得难受可以不用一起来，毕竟这不是什么好事。我没事的，我才是你最坚实的后盾。我知道，那我们走吧。记者太多了，少爷，我送你过去。不用，我来解决。秦先生，方小姐的孩子是您的吗？如果胎儿亲子鉴定证明确实是您的，您会怎么处理呢？你们刚才也说了，如果，既然是如果，那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，等亲子鉴定结果和审判出来，我再回答你们的问题吧。现在，给我让开。王律师，稍等。哼，我的钱包来了。呀，这不是小星吗？作为龙门未来的少夫人，出现在这里真的好吗？作为你的好朋友，我怕待会儿你们输了，你这少夫人可就丢人了哦。我喜欢来就来，你管不着。丢人的是谁？非亲非故的就挺着个大肚子蹭上。待会儿你可别太伤心导致流产了，人财两失啊。你。好了好了，要开庭了。有什么在庭上说吧。请被告方律师发言。我要提出质疑，我们认为原告方所怀的孩子根本就不是被告人秦俊之子。因原告方无法提交在受孕期间与被告人秦俊有过接触的证据，换而言之，在受孕前这段时间，原告与被告根本就没有见过面。哇，这也行？怎么做到的？证据就在这里，这里有一份文件可以作证，请法官审阅。还能有什么文件？嗯，文件有效，证实被告人秦俊确实是原告方姨所怀孩子的父亲。哎，啊，哦，实锤了！本来就是个花花公子，一点都不意外。我好期待后面方姨能拿多少赔偿款。怎么办怎么办？难道我准备了证件就为了这个？少爷，这不可能，我没有碰到那你是怎么办？好。阿君。爸，有件事我想跟你说说。说呗。这里有份文件，事关秦家基因库的秘密，我想在这里公开。只是，明白了，只要能挽回事态，这点小秘密根本不是问题。谢谢爸。我有异议，我这里也有一份文件给法官大人过目，这份文件可以证明方姨的孩子是非法获取的。传上来。夏小心，我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来。小心，非法获取？孩子怎么非法获取？这女娃是谁？听说是正宫来正面告小三了。这是法官大人，容我向您解释一下这份文件的内容。华海的秦家有一个不算秘密的秘密，那就是世代子孙担保。从秦家的私人医生处，我得知秦家敌人众多，为了保证血脉的延续，秦家有独立的基因库，以防不测。起初我也认为原告方姨所怀的孩子只是做事造假，但是他敢公之于众，说明他有什么依靠，
于是乎，我大胆猜测，方怡肚子里的孩子极可能是从基因库中偷取来的。你撒谎！我才没听说过什么基因库，我没做过。法官大人，我事前拷贝过一份录像证据，希望现在可以播出来。准。这是秦家基因库的监控录像，在几个月前，曾有人偷摸进基因库里面。这个人偷偷地从基因库里偷走了一些东西，由于当时的环境比较阴暗，我调亮一下，请大家看看这是谁。假的，一定是假的。你为了秦俊找人假装成我，这是伪证。不要急，还有呢，除此以外，法官大人，我希望可以传召下一位证人。准。法官大人，这位就是当初给方怡做试管手术的医生。没错，就是方小姐那天拿着500万给我，让我给她做试管手术。你这个骗子，这个医生是假的，做手术的根本不是他。哦，不是他，那是谁给你做的手术呀？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好精彩的反转，都可以做电视剧了。这小姑娘好厉害。肃静，肃静。因为这件事产生的流言蜚语，使秦氏集团与我的丈夫秦俊蒙受了不少的损失。希望法官大人做出公平的裁决，还我们一个公道。我觉得，好，那就这样判决。请大家安静。本案宣判，被告人秦俊无罪，原告方怡涉嫌诈骗、偷窃、勒索等，交由警方处理。没办法了。还行吧，脑子转得挺快的。小妈妈好严格，我觉得少夫人超厉害了。不愧是我看中的媳妇儿，真厉害。可以，这小子看女人的眼光跟我差不多厉害。嘿嘿，我是不是超厉害的？对，这回你最厉害了。动了好多脑子，晚上我要吃很多甜点。都怪你，夏小心，是你抢走了属于我的一切。小心。啊，好痛。我的孩子。好了，吃饭了。干杯。啊，太棒了。小心，注意的。啊，对不起。在家不用拘束了。有消息了，方怡刚在医院流产了，医生说方怡流产次数太多，就算不摔跤也保不住胎儿，现在在医院里闹事呢。怪不得他这么急着打官司。其实这孩子也挺无辜的。这是他的报应，要是心疼孩子，你们生一堆不就行了。有道理，听到了姐的话没，老婆？对了，还有一个好消息。嗯？秦氏集团的股份不仅补回来了，还涨了一笔。就说这个嘛，这次最大的功臣是小新，得好好奖励才行。谢谢妈。话说你答应我的甜点呢？怎么这么久？小新，你去哪儿？小新，我赶紧去看看。难道最近柚子都吃什么东西了？不会啊，最近没什么胃口，都没怎么吃东西，还时不时吐一下，好难受啊。真的吗？那太棒了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你这是妊娠反应。啥？妊娠反应？难道小心他？没错，小心他怀孕了。啊，我怀孕了。不是，我只是想喝杯水。听说姚家山那边的水更好，小心就不要喝家里的普通水了吧。我只是想喝水了，需要这么大费周章吗？妈，不用弄这么麻烦的。
但是孕妇前几个月很重要，方方面面细节都要做好。对，没错。我当年怀着秦俊秦芒的时候，这家伙就没管过我。可能当初就是做错了什么，搞得我一女一儿都是面瘫。这也怪我。难道是我的错喽？没有，全是我的错。还敢顶嘴吗？他的感情真好。我看秦俊也是，老婆在家养胎，人不知道去哪儿了。阿七，阿七，你不舒服吗？放开我的手，我们只是上司跟部下的关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把给夏小星的爱分给我一点呢？明明从小陪在你身边的人是我，相信我，我对你的爱不比夏小星少，为什么不能选择我呢？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，哪怕没有夏小星，我也没有喜欢过你。至于为什么，你也很清楚。你以为你搞的那些小动作，我都不知道。啊！念在你以往对秦家的功劳，这次就放过你。再有下次，家老们也保不住你。该死的方姨，该死的夏小心。少爷，既然事情已经解决，要不要拿回继承人的身份？怎么，不希望你的未婚妻是秦氏的继承人？做了继承人事更多了，芒芒的脾气更差了。他让我叫你赶紧把位置拿回去，然后跟我一起去环球旅行。不急，我还有点事要做，等我做完再说吧。阿俊，怎么不多睡会？你今天能不能陪我？要赶着出门，有事等我下班回来再说。乖。我想说，今天能不能陪陪我？自从怀了宝宝，这家伙已经好久没陪过我了。白天一大早就上班，晚上我睡着才回来，连周末也是。我一个人在家好无聊呀。啊，对了，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。花姐，嗯，怎么了？帮我收拾一下，我要回去上班。啊？啊，还是这里自由呀。宝贝，你的奶粉钱妈妈也要处理，不能让你爸把功劳都揽了。夏小金，关总叫你过去。嗯。来了。来了。好久不见，关总。好久不见。坐吧。怎么不好好当少奶奶，还回来上班？在家好闷呢，还不如上班来得充实点。而且，企划部舍得我这样的人才吗？有道理。欢迎回来，夏小星。谢啦。不过，你可得安排点活给我，不许顾及我的身份。没问题。那我先回去干活了。回见。真好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回来了。嗯，怎么还没睡？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回去上班了，还碰到了。给你买了孕妇服，孕妇确实要适当运动，但是注意别太过了，要照顾好自己。嗯。我还有点事要忙，你先睡吧。晚安。宝宝，你说爸爸到底是干嘛去？该不会是做什么坏事吧？恭喜各位，这个月企划部的业绩又创造了历史新高。这次企划主导是夏小星，特此表扬夏小星。恭喜你呀，大佬以后继续带我。别这样了，我会害羞的。那我就下班啦。嗯，再见。啊，好想跟阿群分享一下，算了，还是等他有空吧。
啊，怎么了？拿到好成绩也唉声叹气，有什么心事吗？啊，没有。明天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吃个饭，就当做是奖励？不用了，那是我应该做的事情。其实我有工作要单独交给你。这样，那般。啊，像华夏峰会那样的秘密任务吗？嗯。小宝宝，咱们去瞧瞧爸爸在干什么。钱总，真的吗？真的，我亲眼看到的。秦总带着不认识的女人在花店看花，别嚷嚷出去哦，我也是刚看到了。买花？嗯，少爷的手机忘在这儿了。少夫人，咋了？姐哥，秦军跑哪儿去了？少爷在会议室开会呢。哦，秦军在开会啊，我知道了。小青，谢谢，关总，快告诉我秘密任务是啥。这么优雅的环境，我们真的要谈公事吗？我们来这里，不就是为了谈工作吗？生日快乐，夏小星。你知道我今天生日？在你简历上看到的。哇，好漂亮。很早前就想给你了，可惜一直没找到机会。夏小星，总算让我逮到你了，再加上方颖留下来的照片。夏小星，你这回完了。张妈，那边喊人贴一下。花姐，蛋糕到了吗？到了，已经放到冷藏库了。一定要在小新回来前弄好。遵命，少爷。嗯，还偷吃，不帮忙就出去。呀，嗯，少爷欺负人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你看看，小新背着你做了什么？你看看他。挺着个大肚子，整天拈花惹草。这算什么？他们本就是朋友。那这张呢？这可是华夏峰会前的照片。这不知廉耻的女人，你还要护着她吗？阿青，我回来了。啊，这布置好漂亮啊。哼，跟情郎约会完了。你嘴巴放干净点，什么约会？证据都有了。还想抵赖？他不过是看我生日，约我吃个饭而已。吃个饭，至于送礼物吗？分明就有猫腻。你说这个啊？这是关总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，老早就准备好了呢。你只是狡辩！够了，我少管我的家事，这里不欢迎。哼！哇，好多粉色的玫瑰呀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颜色的？我妈挑的。原来陪你买花的女人是妈妈。笑什么笑？你知道我在这里等你下班，等了多久吗？好啦，别生气了，下回我早点回家。我先去洗个澡，换身衣服，再来好好品味我的蛋糕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生日快乐！哼，有你们陪着我，我好幸福呀！切蛋糕喽！嗯，好好吃。对了，你不好奇我许的什么愿望吗？不用猜，就算你不许愿，我也会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找来给你。你爸总的人设已经崩了，不用维护了。要你管。但是我想要的不是什么奢华稀少的东西。我知道你要好好工作，但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承担一切，那你就有更多的时间
来陪伴家庭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啊，你想干嘛？我们回房里，给你看看我送你的生日礼物。说我的脚干嘛？不是说送我礼物吗？哎呦！不许动！哇，好漂亮！你送礼物要这样送吗？这么霸道？你想不想知道我最近在忙什么？行。那你闭上眼睛。神神秘秘的，搞什么呀？好了，睁开眼吧。这好漂亮的婚纱，这是我的婚纱吗？这就是我最近在忙的事情，送你一场最完美婚礼，让你开心的嫁给我。已经9点了。啊，糟了，上班迟到了。再睡会吧，我已经替你请假了。我也取消所有行程了，今天在家好好陪你。真的吗？当然。但是我工作还没汇报好，这样请假不行。啊，疼。哟呵，胆子肥了，难得陪你还想着工作。我这工作还不是你安排的，我只是服从上级安排。那好，现在起你转职做我的贴身秘书，立即生效。我不要。那就变成以前那样，被人说三道四。少夫人的身份做你秘书，那我做再好的成绩，都没人会承认我。但是，你现在天天抛头露面，在别的男人身边工作。果然，昨天那两张照片你很在意。我保证，以后都不会跟关总独处了，好吧？那我去上班啦。嗯，真的吗？明明这么年轻，大好前途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小星，你不知道吗？关总他辞职了。进来。关总。你果然来了。为什么要辞职？是因为我跟秦军的事情吗？才不是。我是为了梦想。其实我早就想好辞职当一个周游世界的摄影师，不过当时刚好你入职，害怕你这种萌新做不好，所以把计划推迟了。我还没好好感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不可能会有今天的成绩。傻瓜，我已经很自豪了，你得到幸福就是最好的礼物了。再见了，关总。再见了，夏小星，你一定要得到幸福。公司还有点事，爸妈慢慢吃，我先去忙了。先别去，我有点事要跟你聊聊，去客厅那边吧。哦，妈，怎么了？小星，我问你，你究竟瞒着我们多少事？啊！哦，妈，怎么了？小心，我问你，你究竟瞒着我们多少事？啊！我没有瞒你什么呀？还说没有？之前你们假结婚的事情，我已经知道了。啊！婚姻大事岂能儿戏？怎能一份契约就定下来的？幸好你们假戏真做，不然。我跟你爸要被气死了。对不起。妈，这事其实是我的主意，不是小青的错，你放过他吧。我知道，所以你也得受罚，咬紧牙关。好好补偿小青一个婚礼，好歹我们也是八大家，岂能随便应付？日子我都定好了，就下周周六。啊，这么急，我什么都没准备呢。不慌，这段时间里我都已经准备妥当了。哼，也就这事儿能夸夸你，蠢儿子。阿青。所以现在你就好好养胎，婚礼的事情就交给阿俊吧。好。
夫人，少爷，大事不好了。怎么了？是少夫人那边出问题了。嗯？这是谁搞出来的？他们还没放过我。小心，不要怕，有事秦家会顶着的。要是被我逮到了背后的人，绝对让他后悔出生在这个世界上。少爷，夫人，少夫人，不好了，有警察上门了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不就是进警局吗？只要解释清楚，他们就会放我回去的。好久不见啊，夏小心。就这么点手续都要办这么久吗？对不起。少爷，不好了。又怎么了？少夫人不见了。什么？先生，夏小心的取保候审手续已经有人替他办理了。是谁？立马给我派人找。花海翻过来也要找出来。是。不要再打我妈了。你看看你妈过得多惨。这一年多你妈妈每天都在地狱里面活着。你呢，尽顾着自己在华海风流快活。还傍上了八大家的继承人，真是个乖女儿啊。求求你放过我妈吧。只要放过她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我要那笔钱。我真不知道你说的那笔钱。装，就会装。两母女都一个德行。那是一笔足以震惊世界的钱。但是钱的下落只有下嫁的人知道。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只是个生活在连云市普通人家的孩子。我家家境一直都十分困难，有时候连饭都吃不饱。有这么一大笔钱，我们就不用这么落魄了。啊！你撒谎！那我问你，夏雪这个人你该知道了吧？啊！哎，你们说小心能去哪儿了呢？真是担心。阿姐回来了。找到了吗？没，我已经让整个秦家的人都去帮忙找了，但是连个孕妇都找不到，养这群人有什么用？秦军，你给我冷静点。真是没用的弟弟，动动脑子，当初你可是派人调查过小星的，不妨再想想哪些人会对小星下手。啊？难道是连家？当初连三月曾经也对少夫人下过手，我这就去找连家要人。鲁莽！连家也是八大家，没有实证之前他们绝不会认账。阿俊，你怎么看？阿姐，联系一下慕容先生，让他赶紧过来一趟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秦少，其实这事我已经暗中调查一段时间，只是没想到那些人还没放过少夫人。那些人难道掳走小心的人跟烧掉夏小心老家的人是同一批？不清楚，但我敢肯定，当初我从连云把少夫人的资料带回华海后，已经怀疑连家了。于是乎我伤愈后就伪装身份再次潜入连云，进入连家。后来我发现当初在连云追杀我的人恰好就是烧掉夏家房子的人，而一切的主使就是当今连家家主连启明。连启明，小星怎么会如他？对呀，为什么他要追杀小星？不，连启明不像是追杀少夫人母女，反而更像是在保护他们。嗯，只不过他保护得很严谨，严谨的但凡有人提起他们都会被杀掉。这说明连启明知道有另外一伙人在追杀小星母女。阿姐，能查到小星母亲的下落吗？得试试看，
毕竟少夫人母亲我们私下也找很久了。但是现在找小新妈妈还有用吗？只有找到她，我们才能明白事情的起源，才有线索去找到小新。我马上加派人手潜入连云。小新。儿子，先吃点东西吧，都三天了，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呀。我完全不吃。铁人都熬不住呀。哎。少爷，少爷。怎么样，有消息了？通过慕容先生提供的渠道，我们救出被囚禁的少夫人母亲了。现在安置在连云一个偏僻的小镇里养伤。出发，一定要得到线索。少爷最好有心理准备。就在这儿。正是因为少夫人的母亲伤势太重，不然我们早就把她带回华海了。如果小心也被他们这样。阿姨，你还好吗？走，走开！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快走开！少爷，走，走开！少爷，没事。对不起，别再打我了。阿姨，别怕，我不是坏人。那群人到底对夏夫人做了什么？所以，我们要快点救回小新，不然小新就要受到同样的伤害了。啊，小新，你说小新怎么了？阿姨，你别激动，事情是这样的。谁？阿俊，妈妈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小新的下落至今不明。我信，我要去救小新，小新落在他们手里一定活不下去的。夏夫人冷静，少爷一定会找到办法救小新的。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单凭你一个人，你觉得能救他吗？可我能怎么办？我是小新唯一的亲人，除了我还有谁？不，还有我。我叫秦俊，是小新的未婚夫，也是你的未来女婿。女婿？我发过誓，我要守护小新一辈子，我一定会把她安全带回来。你真的能救下小新吗？可以，但是你要告诉我，到底是谁掳走了小新？是连家分支派系的人。还真是连家人啊，他们是想跟秦家宣战吗？连家分支，为什么他们要掳走小新？这一切都要从小新的姥姥夏雪说起。40年前，18岁的夏雪瞒着所有人离开了擅长推演术数的夏家，他来到了连云市。涉世未深的他很快就被新奇的外界所吸引，他喜欢上了那里，于是决定在那座城市闯荡一番再回家。只是他还没来得及闯荡，就遇见了人生中最大的劫难，连城。连城是当时的连家家主，因为经营不善，连家财政赤字，面临着被踢出8大家的危机。连城承受不了家族带来的压力，于是寻短见。夏雪救了他。夏雪得知连城的情况，善良的他决定帮助连城。在夏雪的帮助下，连家很快就脱离了赤字，并隐隐有超越其他7大家的势头。
我们连家很快就能成为八大家之首了。后来夏雪爱上了连城，后来连城的原配找上门，夏雪才恍然醒悟自己是个第三者。得知自己一直被利用，夏雪勃然大怒，于是他带走了连家八成的财富。离开连城后，夏雪就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生下了一个女婴，那个女婴就是我，所以我也是连家家主同父异母的妹妹。这么说，就是连家人认为那笔钱在阿姨跟小新身上，所以才追杀你们。当时我妈妈夏雪并没有走远，连城很快就找到了我们。可能是出于愧疚，他没有拿回钱，反而一直暗中保护我们。连家夫人那一派系的人并不甘心，一直在打探那笔钱的下落。没多久，我妈妈就去世了，于是那群人就把目标转移到我和几岁大的小新身上。再后来，现在的连家家主为了保护我们，就烧掉了我们的房子，假装死亡。可惜事情败露，小新被送到了华海，而我就落入了坏人手里。没想到少夫人的身世这么离奇。他们现在放弃了你而去找小新，是他们认为钱的线索在小新身上。对，如果他们得到那笔钱，无论是小新还是其他七大家都会遭到毁灭。那你知道他们会去哪儿吗？那笔钱在哪？阿姨，这是很关键的线索。我不知道，妈妈不爱跟我说话，她跟小新说的最多，所以我不知道那笔钱在哪。不过有个地方你们可以去试试，那是我妈妈最喜欢的地方。水，能不能给我喝口水？闭嘴，安静点。老大，都找遍了没找到。没有、啊、贱人竟敢骗我。我没有骗你，姥姥说过她把最宝贵的东西放在这里了。那为什么找不到？说到底就是不想把钱拿出来。钱足以撼动八大家，你想独占也很正常。我没有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说到底钱在哪儿，再不说就把你推下去。我真的不知道。没事的，阿金一定会来救我的，坚持住啊宝宝。你是不是怀孕了？说，我这样一拳打下去，这孩子还能不能保住呢？我说，我什么都告诉你，求求你别伤害我的孩子。哼。姥姥，我会把东西放在哪里呢？那里，姥姥最喜欢在那棵树下面待着了。给我挖。是。老大，挖到了，下面是空的。什么？给我铲子，我要亲手挖出来。该死，是陷阱。姥姥曾经在房子附近做了安全措施，没想到真的用上了。抓住那个该死的丫头，把她扔到悬崖里面。站住！你不能杀我，杀我了你这辈子就找不到那笔钱了。我们铲平这个地方，早晚会找到的。再见了。对不起阿俊，我没保护好孩子。阿俊，
你说话，抓紧我的手。你终于来了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。姐，是我爸爸。哟吼，这不是秦家的家主吗？竟敢单枪匹马来连家的地盘，是该你说有魄力呢，还是说你太年轻呢？阿俊，怎么办？他们人很多。杀，杀了他们。就你们？你就是带头的吧？你敢动我手？敢动我老婆，我把严家灭了都敢。小的们呢？小的们，别嚷嚷了，少爷，附近都清理干净了，连家的喽啰都在这里了。什么？杰哥也来了。啊？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有点累了。为什么要硬撑？那群人想要钱，你给他们不就好了？命可比钱重要多了。其实，根本就没有钱了。什么？姥姥根本就不在乎钱，她更珍视的东西才没那么肤浅。